货的时候就要注意喽。我们知道大家会买一些干货，现在根据调查，像是金针里头漂白剂居然是不合法最多的，要带你来关心哦。在调查里头，181件里头，合格率最低的就是金针，这里头漂白剂都超标。另外呢，像菜脯、酸菜、虾米等等，里头有添加一些不该添加的，像是防腐剂，所以大家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留心。